空手道表演气势磅礴开场，预告体育署连续第六年举办的体育表演会，9月19号台北小巨蛋将带来盛大的规划展演。今年将有铁人一姐李小鱼在内，30组顶尖的团队跨界演出，搭配大型 LED 屏幕，创作团队非常有信心，要让大家耳目一新。明华园日字团的陈昭威，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一个比较东方的文化，然后再来是西方文化的街舞的四大元素，包括 DJ、饶舌、街舞以及涂鸦，这些东西跟我们东方的所谓的歌仔戏还有京剧碰撞在一起，他再用比较明华园的东西跳街舞。那虽然你听起来是这样，但我们有一个故事背景是西游记，对，所以就说我们也不讲太多，我们需要观众来现场去体验来享受。体表会不单单只有体育活动，包括艺文，甚至东西方文化之间碰撞火花，都是可以期待的亮点。同时，体育署也强调，针对大型聚会活动，各项防疫更是全面升级。我们这次会以实名制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入场的一个规定也可以给大家能够有一个安心来观赏。主打跨界概念的体表会，各种表演的规划以及阵容卡司等等，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听觉视觉飨宴，就留给观众朋友在9月中好好感受。来听新闻梁文英黄华君采访报道。